这个时候，艾博的机会找得很好，但是被逆向留住了。艾博掉双扎走了，球球跟上，球球被直接大招吹走，家里要进来闪现嘲讽，直接秒掉了 AD，AD 没有了，这个局面哇，扎克也被打裂了。来，看尝试一下有没有机会创造奇迹也是挺好的，但是安队就没有出现什么失误吧，应该说是，就正常。而且留在这一波看起来已经是九死一生的局。 竟然漫天飞雨闪现倒钩之后跑出了升天，对，躲到小虎身后，然后队友帮他隔离掉 AD， 避免他被反杀的可能性，然后他再单收掉一个辅助。后，这王安就要开了，闪现直接开进来，小熊熊熊熊一丝血，熊熊快死了，墨鱼开几个金身，虽然说赵信阵亡了，但是现在状态安全很不错，刀妹从继续换掉，跟八条换掉。 小炮跳上来了，一炮把维鲁斯打过墙，球球没有办法再度回到战场里面。战场上的收割要由 RNG 来执行了。瑞兹一道门开出来，我现在是有双刀旁边保着。哎，瑞兹，许晴哲月两个人进来，赵信再扫了一下，但 C 四的阵型好像没有那么好的关系。后面成功的由刀妹展开了大招，再次的往前打。TOP 全军覆没于下路高地前第二次。 大招命中了以后，赵信转了一个大招，让自己隔绝于远程攻击的伤害，好像很低，开出金身。哦，反手直接秒掉了，青钢影这边被护甲没打出来，麻辣香锅直接攻进去。麻辣香锅这波是没有大招的，左边瑞兹纠缠了一下，右边小炮也在切位置。我这个拉扯，刀妹又进来了，直接一个一技能遇到三个人，太灵活了，太灵活了。这时候跳上去四炮击倒了八条，回头再收下人头。 而且他现在不管怎么说，还有很薄的 cat 可以打。下路先锋撞掉，看来是要保着撞高地，推球推到 cat， 血量不正，秒赶紧掉金身，接鬼交一个大招，但这个几乎没有伤害可言。剑魔掉了剑魔的大招，是的，开启大招仍然是瞬间被打倒，而且后面被辛德拉跟了一个大招以后击倒了。什么？剑魔这什么？十柱分钟，下路先锋，等等，你想干嘛？往门牙塔了要。哇，下路先锋感觉没有用到血量。 这先锋不能单，哎，下路先锋要直接撞门牙塔了，有一头啊，而且下路先锋在这个地方要吃塔了，四分钟。